老规矩，还是给你们三个提示。第一，他非常的有少年感。少年感。第二，他当时的技巧图非常出圈。第三，白送你们了，他跟我一个宿舍的，这还猜不出来？他妈的，等于白说。他现在已经出来了哦，他在。笑死，根本看不见人。那这里。我和洋洋现在在做妆发喽。他这次来找我呢，主要就是不想当导演的演员，不是好美妆博主，我们要搞事情，给他期待一下吧。这碗也都太现代了吧，闻到闻到，这颜色可以吗？我觉得还可以，我给他试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去看去。现在的脸还很正常。做好妆告啦，我们现在找地方坐一下去。行业内幕大揭秘，问了些大家想知道的，记得来看。看我们的樱桃香，可爱吗？哦，你没有买那个品牌车，因为那个品牌车有点贵啊，咱们就是节约成本。风筝追人事件。看好一点吧，现在想。我们杀青了，鼓掌。